那我就加这儿就可以了。Hello， 可以吗？现在？现在可以了吧？听得到吗？有了，有了，可以了。OK。现在是请君版你画我猜。对，我们现在在进行请君版你画我猜的一个小环节。看看我二爹的画技。我们首先请到小沈阳老师来给我们画前五个关键词。对，这是五个关键词啊。对，五个，因为十个分成两组。对。那猜对了有奖励吗？猜对了，这个我们累计先一个一个画，还是都画？通关了，你会有获得先画这个。是一个一个猜吗？对，一个一个擦掉。哦。对。哦。直播间的小伙伴们，等我们杨哥画完了，给大家展示啊。现在可以看一下弹幕上的留言，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聊一聊。现在有声音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们的弹幕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哦，不一样的，哦，直播间逛一圈啊，我来看看你的直播间，我来逛一下，嗨，友情出镜一下，嗨，我来看看我，哎，什么，杨哥的直播间，嗨，给两位老师看一下，什么？鱼，嗯，还有鱼灯灯，鱼灯灯，对，没有错，太厉害了。鱼灯灯怎么样，二爹？还是画的好啊。鱼灯灯怎么样？你夸一下嘛。鱼灯灯太美了。鱼灯灯，鱼灯灯太美了吗？再降一个等级是什么？什么？降一个等级。鱼灯灯怎么这么美呀、啊？五个字。就开始玩游戏了。五个字，于登登给二爹出题的。五个字，于登登降级的夸美。二爹可以请求助我们。于登登求助我们。绝了啊！是这意思吗？不是。于登登怎么了？你刚才说很好，就是太美了，降一个等级。太美了，降一个等级。陆北西有没有想到、哦？太，就是什么什么太美了，比太弱一点的是什么？啊？你怎么？不是，我都没明白，我都没明白。你什么嘛？你好美好啊！你再说一下。于登登你好美。你再说一下。五个字儿。五个字儿。于登登你好。鱼灯你好美，鱼灯，灯灯你好美，对不对？名字，你名字得全呀。鱼灯灯，鱼灯灯好美。你再说一遍。鱼灯灯好美。你再说一遍。弹幕已经刷起来了。你再说一遍。鱼灯灯好美。哎呀，太爱我二爹了。那我们第二个词就是第二个词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啊。啊、哦、你太会夸了，这个话怎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这怎么画呢？这个这什么也可以指现场的人，比如说哎对吧，你画我猜，你比我猜，你比也行，你画的话绝绝子、啊、人家说绝绝子，太简单了。对，我画的就是这是什么？画的就是什么？二爹，对，不、哎、愧是质地当当湖北戏。什么？二爹，哎，为什么是二爹？叫二爹了，戏里就是二爹。我估计他的隐藏任务让你叫他二爹。对，大家还要不要忘记我们的隐藏任务哦？没事没事，应该没事，应该没事。可以画，也可以比划。嗯。第三个词很简单。他是谁？顾北西。耶、嗯。第三个词。第三个词，一共五个词。一共五个词，第一轮五个词。好。那第四个词。登登可以夸一下顾北，用五个字形容顾北西的话。刚刚说鱼登登好美。刚刚那个顾北西。这不是隐藏任务吧？不是。不是。不是，我的隐藏任务很难。顾北西好绝。好，也可以。好，第四个词儿，爹。
人家都因为你说了绝，人家给我刷弹幕都是绝绝子，是吧？嗯，绝绝子。大红，爹，其实这里有。这是大红吗？全名是三个字。鸡大红。对，不愧是于东东的。这是我大房，我怎么能辜负他呢？我这画画功底可以吧？可以。可以。嘎嘎的。太可以了，送上我们大红，是不是？来，快把我的大房拿过来。把我们第一组的最后一个词啊，有一点难度。炖了。炖了。给炖了。鸡大红炖了。看这个，大红大红，有人要把你炖了啊！啊，轿子，但是五个字的。全名。全名。星际教行。不是。这个叫什么轿子？就是这轿吗？请君。入轿吗？五个字。嗯。第一个字。智力担当。第一个智力担当。个十百。千，千，对，千年，千什么玩意？千外的反义词是千什么？外的反义词千里，千里，千里，送教，五个字，五个字，千里，千里来相会，千里，我再看看，千里什么？千里什么？众什么下凡？众什么下凡？啊，众什么归位？众仙，还有一个，仙的前面一个字是什么？神仙，不是，千里神，嗯，神教，还有神仙教，神教仙，这太难了。千里神，我们下一个，这个是什么？可不可以公？千里神，我们看千里什么？弹幕好不好？我们看弹幕有没有？你们看弹幕，如果你们看到就是千里神教。看看弹幕老师们家人们，我现在完全有没有知道的？说实话，有人刷出来了，看你们谁先读出来。对，千里神行。对，千里神行教。对，这个词儿有点生僻啊。是的，是的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二组。第二组怎样？还是杨哥画吗？第二组那谁画吧？你们俩各画。小顾画吧。二三。我的人画成了。画吧你画吗？灯画也行，没事，你先画吧，你画吧，我猜吧，你先来展现一下你的画工。没啥画工，你可以的。好啊。哎呀，是网不好吗？我这个这剩三个人了呀。哎呀，转发一下，怎么我这剩三个人了呢？第一个词，你的话筒哦，有声啊，剩三个人了呢，怎么回事？你都17万了。17万是吗？我来，嗨，串场的，来。哎，100多万人了。北西正在。我们100多万人。大当家帅，除了美还帅。嗯。认不认可吧，二爹？认可。哎，原来这是大。特别认可。这是什么？能看到吗？我来看看啊，给两位老师两个字，看看羊。不对，是几个字？两个字，这是两个人。这是什么？上树啊？路言呢？重点在这儿。太阳光。写和距离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所以你把什么给他了？对，原单啊，对，原单。原单怎么了？这个是你在戏里面剖单的那场戏，把你的单剖出来了。原单，这个词就是原单，这是原单。那你画的好像小王八，你看，你这像乌龟上树好吗？你这是什么？这是两个人。这人吗？这个。画工真的不敢恭维，哎呦。没啥画工，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当不上三坊了不？我知道了，画工不行啊。画工不太行。行，第三个词啊，就是意思没表达清楚，是不是误会了？我一直误会他要占领我们山头，这不表达有问题。这是个大处，又来了，又是一个人，又是一个人，写一排，
这是个人，这是个人，然后能看出来是个人。你这样，这个人答应吗？你画成这样，本人比这个我吗？好看的多。这是我吗？哇，你能认出来？他长头发，长头发，对，四个字。他关键的东西就是这个拆，你那个拆发拆，对，但是四个字，千年发拆，差两个字。发钗，云溪发钗，用什么做的 ？Touch。给大家展示一下，求助一下弹幕，可以求助一下弹幕。四个字啊？四个字。四个字什么？云溪的发钗叫什么？材质是神木。对，神木发钗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这哪有神木啊？神木，神木在哪儿呢？你这是发钗。神木。神木在哪儿呢？神木有点难，哥哥纯靠财是不是？是纯靠财。好，第三个牌，接下来就是，这个有点难。这个有点难，你先想想吧，你画的每个字都画一下行吗？这个有点难，你也可以表述，对，也可以说，对，也可以笔画，都可以，两个字。现在是越来越帅。我是人，你是什么？我是。在剧中我是灵族，对，哇，灵族出来了，灵族圣女，没有圣女，就俩字儿，灵族啊。好，那下一个也差不多，不能看，单独看一下，给去直播间。这个就是你爹体内爬的那个灵虫，对，好，好，最后一个，这样子比较快呀，我们一起猜一猜吧，我们这个比较快，一起猜一猜，一起猜一猜，线上的一起。看了看了，也谁给你飞吻的吧？刚才，对，玫瑰花。哎呀，我们这个是点什么呢？能点什么呀？这个猜吧。经络。对。一招经络，万物生。对。是这个吗？是。是五个字吗？哦。经络。哇，我们会出。高级的字吗？我们只能出经络啊，这是我的台词。好高级啊！哇，这个画得很好啊，傅北西。你很胖。可以当三房，可以当三房了吗？三房，考虑考虑啊。好的，那经过这轮游戏，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每一位老师动手和动脑的能力都特别厉害。那我们进入到下一个进阶考验我们动手能力的一个特别任务。我们在这之前，首先看一段一虾，来自我们的。微西啊，二房，大房，大房，大房在怀里，大房在怀里，大房人生赢家，大房人生赢家，二房在视频里，嘉伦。听说清泉寨的朋友们今天到新浪的现场派发福利，很可惜我因为还在剧组，没办法和大家一起，只能让登登、二当家还有顾北西。带着我的心意和大家分享。既然这样，我隔空给清泉寨的朋友们布置了一个任务。听说大家对于陆岩的结印手势都非常的感兴趣，那请我的朋友们在现场给大家表演一下吧。也请各位帮我监督一下，他们有没有好好的完成任务。感谢新浪的朋友们对于秦军的关爱与支持，希望接下来秦军带着大家的支持继续向前冲。祝登登、二当家、顾北西扫楼顺利。好，不行不行，要手把手教。来自我们陆岩的一个结印手势的一个挑战。那完整版的 VCR 呢，我们会发布在新浪电视和明星特别任务上边，然后也可以让弹幕直播间的小伙伴到那去观看。好，那在这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结印的一个手势。大家还记得陆岩的结印手势吗？会一点。来，我们有一个展示的一个。我们可以给老师播放一遍结印手势的一个视频，然后大家可以结合自己剧中人物的一个特点去进行一个输出，可以不用完全一模一样，可以再创造。 好， 好，我们先看一遍标准版。这么痛心的时刻一定要让我学吗？可以，需要再看一遍吗？这场戏是我很难过的时候，让我学要他取我零食的这个动作吗？你们太狠心了。也可以为自己结合这一个，为自己的一个角色去设计一个结印手势都可以。
于东东的话，他一定是说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一个人做呢？一定是要教教我，快教我，快教我，加在身上，没事，我试一下，这样可以吗？我们有哪位老师准备好了，可以先来挑战。来来，我二爹已经练了半天，我二爹已经练了半天了，已经开始了，发功。你这是，你这是什么？加一下特效，各位。对，各位自行。哇，压力不是。此处应有特效。锁好。我爹可以表演五分钟。非常二爹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手势。好，那接下来你先来。我这个就终于学会了元能，不然总被定。对，学了一下可以 PK 一下，学好了可以 PK 一下。是卡，卡卡卡。这是我们那个。你用枪呢？卡。好。嗯，那我是这个是自己。然后一个心，他是比了个心，然后掐脖。哦。掐脖吗？掐脖。他不是掐脖，你们都没跟他演过吧？是掐脖，不是掐脖，不是掐你脖吗？我给你激了起来了。人家是吗？对呀、啊，是掐脖吗？刚才是掐脖了？对，掐脖，他倒没掐，啊、没掐脖吧？你起来了，你升起来了，起来了。啊，我起来了，就掐脖了。隔空掐脖，太心痛了，不行，这个动作不能用。让登登来展示一下。心中我可没胖，谁说我胖？杜岩的一个剪影手势，结合于登登的一个特色，我连瘦脸都没看。当时这登登已经失去知觉了，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谁说我胖的话，我我怎么？比如登登可以做这个，然后说我们请君热度破万，这样，这个有点 flag 立的有点高啊。这个这样，然后呢？教一下，教一下。对，来教学，现场教学。这样，嗯。完了，一翻，对，怎么一翻？完，你往里翻，外翻，再翻，再不行，一翻。对，直播间的家人们也可以学起来。翻翻，我二爹，你就是坑闺女呗。我也不会这个。怎么？然后，哈，结束。好，还是要有爱的。好，那掌声送给我们三位主演，让我为我们表演一个。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结印手势。对，那直播间的家人们有学会吗？可以回去自己练一练哦。接下来我们来玩一个比较神秘的游戏，那这个游戏叫做拆一个清泉寨盲盒。我们可以看到清泉寨的盲盒是什么？这里有几个？这里总共有八个，可以在两位的直播间，两位老师直播间各自展示一下这个盲盒。然后可以看到前面这个盲盒准备了八个纸条在里边，八个纸条在里面。对，然后给他们猜吗？上面都有不同的一个小任务，好，我们让每一位老师自己抽一个，然后到时候我们看这个小任务是什么，可能会有协作完成的，也可能是自己去完成的一个小小的任务。好，二爹你先抓一个，北西。我能看到字。你不，你有必转过去。转过去。你能不能有点游戏精神啊？我要猜嘛。对，你也要抽一个。好。好。什么？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看一下。我怎么抽的都是男的呢？很经典啊。没事，大家都可以看。哇，庆庆这个抽到的是我们的隐藏款。是吗？是这个盲盒里面的一个最后一个隐藏大款，就是这一个。这是最难的，这是最 surprise 的哦。那谁先说这个任务呢？是什么？可以跟直播间朋友们展示一下。模仿一段剧中大海喝酒变女装的戏码。哎呀，这个二爹，这个没有办法，没办法完成。顾北西的这个是。我俩可以合作完成挑战一位嘉宾重啊啊！对你这个是你的任务是吧？对，那可以啊，你演大海呗，我演变装后，对，好不好？对，其实北你是什么？顾北西的这个好，二弟的这个就是可以合成一个任务，这就是顾北西的名场面。
你们可以一起演，就算是都完成了。什么意思？对，他抽到的是重现大海喝酒变女装的一个戏码。哦，那他俩就可以了。对，就合成一个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对。哦。进行这一个是来，爆料一件剧组的趣事。对。趣事太多了。那我们可以先哪位老师进行呢？咱俩合作是吗？行，大海吧，喝酒。是不是？我喝点酒。啊呀呀呀！那我怎么我就哎呀失落呀！哎呀，师傅，你看我变成这样了。师傅，我喝酒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然后喝完酒我就变成女的了。你说这个咋办啊？太像了，和剧中一模一样。好。那这边会本现在就有点什么，有点捧杀，有点捧杀。刚才没有参与到那边。爆料一件趣事。那你就跟庆庆换一个，对你来爆料一件趣事。爆料一件趣事，那天那事儿。啥事儿啊？是咱们清泉寨的事儿，那个。好多事儿呢。那个事儿。哎呀，你快说吧。你报，我不知道。一件趣事。我能想一想不？哦，不能，想就没意思。不能，瞬间在脑海里出现的，一件趣事。痛苦的事儿也可以。说出来让大家一起。你可以给大伙儿讲个笑话。给大伙儿讲个笑话。讲个冷笑话。比如说你们有没有在拍哪一场戏的时候啊？哦，你先说。好，那我先说一个吧。我就是。像昨天我看那场戏就已经大家看见了，就是我写了一封休书，然后其实是情书。那场戏的时候呢，其实剧本里都没有他们那么多话的，他们两位啊自己在那加戏加台词儿，一唱一和的，就是你知道吗，就大家就特别的开心，然后每次都会笑场，只要跟这些人一起演一场戏呢，就会忍不住的笑场。你是说那次吗？咱们一大帮人那个，对，然后修书，然后我二爹呢是支持我的，然后呢他就自己给自己加了很多就是气氛的话，就是是啊，好多银子呢，输了多少钱呀、啊，什么什么的。那个原本里边我是没词儿，两句话，对，就两句，后来我就一看，就是气氛、啊，所以大家看的那个都是我加的水词儿，烘托气氛铺垫的。北西也是啊，北西原来也没有什么词儿，他自己说我替你还，然后被我跟我二爹就是说关你什么事儿，你闭嘴吧。最好笑的是大爹也怼我，对，三个人都同时怼他，对。但是那场戏就很有意思，都是大家在现场就是在各自的人物逻辑里加了很多就是这种呀，今天晚上咱俩是不是该哭了？对，今天晚上好像是我们总是开心不过三秒钟。好，分享你的。想起来没？想起来了，刚刚你们起个头那个说得好，说得真好。二爹在那个戏里面，因为我不是追灯灯嘛，然后一直都没追到，然后他还撮合他和陆岩，然后二爹就说给我介绍几个寡妇。那啥，那个急躁了，还没有播到呢。哦，但这个印象很深刻，那个二爹已经给我牵好线了。对，这个二爹你真的太逗了。是二爹现场加的，根本没有。对，二爹现场说的，然后呢，二爹实拍的时候他说我这么说好吗？不太好吧，然后我们几个撺掇说很好啊，可以啊，非常好非常好啊，因为下一秒就灯灯就不行了，完了之后就是前面是很开心，然后后面就是有一个很突然的转变。嗯，这一集大家还没有看到我看是吧？对，还没有，对，后面的剧情剧透一点点。恭喜大家完成了我们前面三个特别任务，那最后一个特别任务开始之前呢，我们看到弹幕非常多小伙伴就是说想跟各位老师互动一下，就看看你们可以各自看看弹幕说什么，回应一下大家。对，直播间的小伙伴们，家人们，对，给大家一个互动的时间。对，大家快问，他们都要请我吃红桃瓷吧，或者两个问题来进行一个回答，都多多少少有一些。来，弹幕的直播间的家人们可以问起来。但我好像是没用过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可能。确实是。二爹站队了，你看。二爹说你站的这个站队站对了。站对了，那咱这边是热闹吧？
哎，对，咱们这个引导任务是什么？现在就开始进行。你随时，我们从一开始你看到的那一刻，你现在就开始可以进行你的隐藏任务。你随时都要有契机，你就完成你的隐藏任务。当时发生的事儿比较，那现在 Q 是不是就很明显？所以说你要自然而然的，然对，在隐藏任务你就那个什么。是个业余爱好，就喜欢唱。那来吧。没事，我跟他聊天。他们问我唱首歌，唱首歌啊，不专业，是业余爱好。不是。哎呦，我爹在戏里还要给我唱歌呢。是胖子，是吗？我们二爹可以从二爹开始，看看和弹幕和小伙伴交流。我一直在跟他们沟通，一直在跟他们聊。好，那我们二爹有自己的和家人们有自己的一个互动方式。嗯，对。求我啥了？你求我了？啊，让我唱一个呀！我看看，请这边。你让我唱一个。大家刷起来，看看有什么问题。机会难得。我的这边太快了，我都看不清问题。捕捉一下。问题看不清，这太快了，我都。你还记得你的隐藏任务吗？我记得隐藏。哦。哦，忘了。对，啊，这儿就可以了，一直都可以，从开始就可以。我明白了，这个我们这个戏里边的主题歌啊，特别的好听，那三首主题歌好听，但是呢，那个好羡慕大红，嘿，我好像是顾北西唱的特别好，大红很可爱，北西你给大伙来两句。这个就咱的主题歌，我可以让他任务完不成。反正我给你和声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可以让你任务完不成。不是，我这不是任务，不是任务，那是啥？刚才让你才艺展示。不是，刚才他们让我唱首歌啊，完是说那个这里边说那个请君的主题歌好听，我说我还没学会，可以看热闹，我可以。把他们说刚才说顾北西说会唱，你这么个话，你再说，你再说这么一个话，你会说，你能说，是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二弟，那咱俩来个交易吧。啊，怎么个交易？我帮你完成你的，你帮我完成我的。哎呀，因为北西这个任务可能需要二爹的协作，对，需要你帮我，我帮你可以对付我。嗯，很聪明。可是我真不会唱。三个人加起来800个，都800个心眼子都没够一个脑子。可以，我可以帮你。清泉寨三傻，你帮我，可以，我帮你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听到了啊，二爹说帮我问的，我帮你。我这个问题你帮我问，我怎么可能帮你呢？我帮你，那二爹唱吧。谢谢大家对我的祝福，都收到了。大家看到，大家都祝庆庆生日快乐。哎呀，你过生日啊？哎呀，没有，不是今天，近期。近期是哪天？上次过生日还在剧组的吧？对对，在拍摄的时候，去年的时候在剧组过的。嗯、哇，时间好快啊！二爹现在就献歌一曲，对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李青生日快乐，祝一路能生日快乐。啊，提前过生日太开心了！谢谢二爹，谢谢大家。去年你过生日能请我了吗？在剧组啊，你还没来呢。是咱们这剧组吗？是咱们这剧组，你还没来呢。你是后来的。后来。你大腕儿，二爹，你有档期的。不是，绝对不是，你没请我。怎么可能？刚开机不久。对呀，刚开你没来，你十月份来的。啊、没我戏，后来才来。对，你是后来才来的。我冤枉他了。对。我冤枉了。那你再夸夸我嘛。我还没来呢，你再夸夸我啊！你再夸夸我，还要怎么夸？还要怎么夸呀？帮我完成我的任务，太好看了！你的任务什么任务？我的任务，你夸我一百种夸我的方式，你换一种。一百种，你快点，才几种吗？噔噔啊！噔噔啊！你在二弟心里啊，那就是。万物都比不了你的美貌，还有什么？在二爹的心里，那是相当的相当的 beautiful。
怎么就只有这一个 beautiful 了？夸夸我的智慧好吗？我的才能。哎，登登的才。除了美貌，还有别的吗？登登的才能那是太多了。你的是这个任务吗？是啊，这个任务好尬呀。真的吗？100种夸我的方式哦。那你才夸了几种，今天肯定完不成了。你不心疼心疼你闺女吗？哦，二弟词穷了，词穷了。美丽漂亮，那你有能力，不是你就想一个什么百呀、这种万呀、什么可以超越的这种形容吗？我现在要用10000种，用100个漂亮，万分美丽，对，然后呢千分漂亮，千分漂亮，这是什么？千分漂亮，千分漂亮是什么词儿？他们很喜欢。我二爹是不是很可爱？角色，对吧？我这里有一个弹幕，你是问两位的。别的。我先问二爹，怎么了？有弹幕问两位。现实生活当中，你会让自己的女儿嫁给我吗？嫁给顾北西，对，是陈希君。对，嫁给顾北西。嫁给顾北西。戏里边的女儿我应该不会，啊，不是，应该还行，还好，可以，可以啊。庆庆呢，你觉得顾北西适合在现实生活当中做男朋友？我觉得每个人的喜好都是不一样的，虽然于登登可能他不是于登登的首选，是吧？嗯，对。但是呢，还是有很多女孩都特别喜欢顾北西的，因为非常的暖。当然现实生活中呢，如果说非要让我，就是我未来的什么闺女啊，要不要选择顾北西这样子的男朋友呢，当然是尊重女儿的选择，就跟我二爹一样，登登喜欢谁就支持谁，我也是这样，最重要的是闺女喜欢谁就支持谁。嗯，回答完毕。可以可以吗？满意吗？很好，是不是特别好。弹幕老师们满意吗？好的，那我们进入最后一个特别任务环节，就是我们要来超话和各位直播间的家人们互动啦。这里呢，三位主演们呢会分别发3句打乱顺序的台词，那可能就是一条发一个字儿，然后需要就是直播间的家人们在超话把它拼成正确顺序的台词，对。什么意思？就发超话吗？发超话，把那些环节了哈，把打乱顺序的一个台词发到超话上。就是那个环节哈。对，就是一个和家人们互动的环节。我要再拿个手机，对吗？对。哎呀，哪儿去了？什么？这就行了吧？对对对对，好，稍等一下，我的手机还没有来。嗯，现在一个字，对，一个字，我一条。演完于登登以后，我也觉得我有一点搞笑的细胞在我的身体里了。看到大家都说于登登是搞笑的，但是一个漂亮的搞笑的。于登登他是很有自己的逻辑的。于登登就是老是觉得自己是最漂亮的，自己是最有才华的。说什么呢？什么歌？说什么？就是说台词是吧？对，把台词打乱顺序发超话。哦，一个字发一条，发7条。对，就这句台词有七。哦，好的，让大家去猜吗？对，让大家去把它排成一个正确的顺序，大家可以同步进超话里面互动。啊，庆姐编辑好可以看一下。等一下，对啊，对这个不要选，对，好。是不是？对，然后直接。看我同步，我同步了吗？这是同了吗？就只要发一个是吧？我看一下，不能。对，我们先确认一下。没发呀。点发送就可以。发送就可以了，是吧？点发送就可以了。删掉就行了。你发错啦，哥。没事，你发的是你删了重发，可以的，因为本来也打乱顺序了，对吧？是吗？你删的是哪个词？你最后两个。我发出去了吧？帮我看一下。我就是给我吧。
欢迎来超话互动，对，是不是？没事，大家来超话，来猜，就是来猜这句经典的台词是什么？没事，你弄。小话痨，于登登是话痨好吗？哼，于登登说十句话，别人就说一句话。嗯啊，再发一个。对。嗯。可以打乱发吗？对，就是要打乱发，就是打乱发是吧？对，然后让大家去排。好。二爹是好完成，发了两个了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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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真的打了乱发的、哦。哎、啊，这东西实在是整不太懂，明白。好的。还有环节吗？我还要再发吗？到这里，我们所有的一个特别环节就结束了。那我再现在没事，我们亲情待会儿可以再跟再发，继续发，后面再发。然后在这里，我们开始结算我们的隐藏任务有没有完成。好，现在就结算了。大家还记得就是对，现在就开始结算。现在别发了。大家还记得之前自己的隐藏任务吗？我记得呀。记得。那大家有没有完成呢？有谁是完成了？谁完成了？给大家直播间的大家觉得自己完成了吗？我完成了，觉得完成了。你也完成了、你是让我完成的吗？对。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哦、oh, ，no。哎，你们现在可以猜。你说什么？你让我说什么了？让对方都猜一猜隐藏任务是什么？对，你猜一猜我的隐藏任务。大家可以猜猜。让我说顾北西会不会选当那个男朋友，差不多是吧？如果你有女儿的话会不会跟女儿没关系，那就是如果你是是于登登的话，会不戏里是于登登会不会选择顾北西当男朋友，这样子类似。嗯，类似类似、意思对吧？对，太聪明了。你觉得我的任务是什么？你的是五个字，李沁好美，不是于登登好美，哇，对吧？你的任务是什么？我的任务是让细菌唱首歌，没成功啊？没成功。你太明显了，二爹，二爹，你这太明显，突然 Q， 你是不是有点？江湖再见啊！陈细菌没有帮你，真的是，怪不得不同意，你是对的，是不是？你看。我猜到了杨哥的，怎么也猜到了杨哥的，不是？那你不讨好一下吗？真的是，你看为什么侵权债、我可不可以失败？然后不算对，你现在可以，你现在可以补，然后你现在可以快真，快博取一下二爹的欢心。那就我就玩这游戏从来没成功过，我现在补算杨哥成功吗？要问两位老师算不算？但杨哥肯定，直播间的家人们觉得算肯定算成功，不然你有惩罚。就给大家唱一下呢，又能怎样呢？是啊，你唱歌那么好，成功呢？成功不成功不重要。哎呀，我们唱哪个都行，唱那个你俩特别 B 的那一段的。好，行。我要配合你在边上哭吗？且听风起，与你相遇的伏笔，归无期，好爱无期啊。别杀我，别杀我。那我们这样的话就算三位老师都成功闯关通过了，我们会给到三位老师都有奖励。高潮你的副歌都不唱。太高了。快点唱一下唱一下，我还没听够呢，快点。太好听了。再讨一下债券。我高潮的词儿不。那你恨了。前两句就可以了。好。好，那我们的。都比我们厉害。公关的一个奖励就是大家待会可以使用。新浪电视和微博明星两个账号发布微博为自己打 call， 就是这两个账号这一条微博所有权就归属于三位老师，就一人一条，你们想要发什么都可以。哎，我这个看内容不限，发什么都可以，就这两个大号，几千万粉丝呢。怎么的？你说什么来着？来，我给杨哥再重复一遍，就是待会儿我们的一个通关的一个奖励，就是可以用新浪电视和微博明星这两个账号为自己发布微博，就是这条微博你想发什么都可以。对，那你使用权在小编，对，来当一下我们的小编，就是新浪的小编，对，哦，你发什么都可以，内容不限，内容不限啊，内容不限，随便，免费宣发，来个厉害的二爹，那我自私一点行吗？行啊，对，随便，就内容不限，都可以，好的。
同时最后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拍立得，就来纪念大家一起拍一下纪念一下请君拍立得，清楚说清楚，记录一下大家在作为请君剧组在我们新浪打卡的一个纪念合照。对，好 OK。穿秋裤，现在北京还不需要穿秋裤。对，来顾北西先拍一下灯。好啊，酷拍啊，这是看看顾北西眼中的于登登到底长什么。顾北西镜头上的于登登，哼，那于登登肯定就是翻白眼。嗯，应该是很美。顾北西眼中，我就你拍哪儿啊？我拍哪儿啊？拍于登登，于登登这样，哼。拍后面那个灯灯，我假装是路人啊，没事，从这边拍吗？随便随便，你随便拍就好了。角度，你想让它在哪个背景？这个等一下。好看不？等等。雨灯灯就这样，别拍我，别拍我。哎，二爹护一下。等一下啊，可以，一、二、三。这个马上就出来吗？嗯，马上就出来，然后给他。然后谁拍？我拍他。可以接力，可以拍二爹。你拍二爹。对，接力二爹，二爹拍北西。对，看看登登眼中的二爹。哎呀，是看二爹太小了。二爹手带不到，太大头。这很大头的。起范儿，起范儿。哇，好会拍呀！二爹很深情。迷离的小眼神儿，散发着迷人的魅力，小光芒，小光芒。哎，这个是给谁？二爹拍北西。你那样一点，我哪样一点？哦，帅一点，争取一下。那样一点啊？他哪个来着？这儿，争取吞并我们清泉寨。来，听。一一二一一一二，木了。一，已经绝对是在说话，没拍好，肯定是虚的。他就是虚的。不虚不虚不虚。登登，你可以检查一下，可以检查拍的你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哇塞，他太有那个什么了，心机了，他要把最后背景板他和我拍在一起。他说虽然在戏里面不行，但是他这张纪念一定要有顾北西。你看他在背景带了登登和北西。庆庆给我拍的这个感觉这是仰拍大片儿，二弟。来，这张是仰拍。怎么样？侧颜双下壳显得很凸出来。但二弟你还满意吗？非常满意，把我的福气全给我拍出来。这是大片仰拍45度，这就是我女儿哈，棒吧？太棒了。我的亲女儿。对，亲女儿，对你的爱都在这张照片里了，二弟。是不是很帅？有点像80年代那种感觉，你发现吗？对，因为拍立得的这个滤镜就是这样子。80年代哈。嗯，这很帅，二弟。像80年代叱咤风云那种。你看你小眼神，目光如炬。那种收苞米、收玉米什么的。我们可以评判一下三位。看看。我这个二弟给我拍的像那灵族附我体。还没被血给干了。你看这表情让我抓绝对多好。你是不是拍虚了？这表情让我抓，你绝了啊！我看看，绝了，对。哎呀，真的是我二爹，果然是偏心眼子。你看，看把北西拍的真的是。这灵族还在体内，而且一只眼，一只眼，一大一小眼儿。我要查一二三，正好那个三的时候，他动了。眨眼了，他不知道我要数什么，他就眨眼。对，正好。然后就讲，这个很难抓拍，很难抓的。刘作骥不是这样的吗？很难演出这种被灵族附体的感觉。你从来没有过吧？你帅的照片太多了，这张非常不一样的照片，就留作纪念吧。留个纪念吧。送给粉丝，这些是要送给粉丝吗？什么附体？这个到时候也会签名，对，邀请大家上面签名，送给粉丝。到时候会有活动，那我们三位一起拍个合照吧，对，拍个合照纪念。这又拍住了，而且正好把那个杨哥对给挡上了，哎，杨哥故意的。对，三位可以
拍一个合照，作为一个请君打卡纪念。可以近一点，对，可以摆一下特有的一个 pose。会太远了一点，没事。我们大红也带上了。这一照相，这是可做作了。二弟和北西可以靠灯灯近一点点吗？对。看我这个假象。一。再来一张。三。来三二。二弟，你不要动。清泉。三二一。清泉寨迷之微笑是吧？不是，我刚才来了个假象。就和直播间的各位打个招呼，再见吧。哇，我们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，跟大家要说再见啦。二弟跟大家再聊会儿，很开心、啊。感谢大家对请君的支持，希望今天也要追剧哦。跟我的粉丝说再见。再见，拜拜。这是我二爹，来抄个场。今天晚上继续追剧，这是北西。大家今晚上一起看 hello. 今天看下面的剧情，对，晚上会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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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可以关播啦，拜拜，再见，下次见，拜拜，再见，等哪天我单播给你们聊哦。